11月8日，在最新姐姐团综中，孟佳表示被海风吹得有点个，想把假发片拆了。郁可唯脱口而出：“天哪，你的头发看上去这么少，居然还戴假发片！”孟佳瞬间石化。张雨绮在一旁补刀：“对呀，我也有点纳闷，你怎么还戴假发片？”孟佳如遭万点暴击：“佳哥秒变小哭包，欲哭无泪也要强行挤眼泪。”隔着屏幕让人笑到肚子疼。